剩下最后的30秒，消掉，消掉，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，而且呢还要记得四组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要有食物，但是男队要抓紧时间把球队给抓回来，现在男队请出对外场许德伟出手了，因为我们每一局限时是快跑助跑，每一秒都必须要助跑机会助跑，哦，真的出手，哇，这个球没有结果，内接接近是很接近许德伟，对，内接是刚刚一跑射 Nike 出手了，哇，接着接着，再交给外场的余晨曦，挡下来，我交。不行，慢慢来。比赛开始，我特别要注意我的隐私啊，怕不要再被另一个人被打到。哇，阿娇，接下来进球，大哥，大哥，陈毅，不行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要喊声一。你对蓝哥来说，这是背水一战啊！哇，接到了，精彩漂亮。团队九个人，一个都没有少，三是八个，哇！陈玉佳、侯一丁躲过了，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成功抓稳。女生啊，小张，我觉得女生先给哥哥，先转达给哥哥。女生啊，这时候球权回到了队这边，先把球接好。太短了，红轩！红轩，你的球太短了！不行，慢点！慢点，打谁？谁？打谁先啦？关下来！红队呢，还是在做传导。好的，七个，哎呀，这个球快变出界了，对的球，小张，女生，女生，确实啊，转达，先把球接了，对的，拦截手潘朱伦拦截下来这一球，对，关键的一次拦截，给小张，好，真的出手，拿到了，再一次接了，再打，曹又铭躲过。目标，好的，海军的被打出去，剩下最后的30秒，消掉，消掉，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，而且呢还要记得四组，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要有食物，但是男队要抓紧时间把球队给抓回来，现在男队请出队中，啊，男队还是在进攻，七个人的七个人的七个人，剩下最后的10秒。谁先被打到够死？
的球权弹到了红队这一边。好，球权在蓝队的手上。追！传球给黄旭。第二期的比赛开始，弯下来，弯下来，来到了大队角，在蓝队士气大振，这个球没有进。不要紧，确定去跪下来，大家三角三角四三，这个球弹到大节奏没得进，三这个距离小接到球，红队必须外抢，就是要拉下来，挖下来！哇，这个球红队蓝队的拦截下来，剩下十五秒时间了，倒数了，七，小豹接到球，要赶快给外抢。蓝队拿下了躲避球项目的胜利，在三战两胜制的总冠军战，双方战成了。